爸爸，为啥我们第一天村长要吓我们呀？第一天村长哪有吓你们？就是我们骑骆驼的时候，有一个猎人，扮成猎人。他们吓你了吗？他说骆驼不要进去，骆驼不让进去、为啥呀？因为是村长嘛，村长他也不是猎人啊，他是牛仔。知道牛仔是什么样吗？哦，这是牛仔裤。爸爸好饿呀，我想吃东西。中午让你多吃点饭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吃的有些。晚上只有爸爸给你弄饭，爸爸给你做饭的话，可能吃不太饱。甜蜜蜜，比香比甜蜜。春风铃。